攻略来自社交网络个人博客宋慧乔。为雪花秀拍摄大片就在前不久，宋慧乔在自己本人的 INS 上公开了为代言品牌雪花秀拍摄的广告大片。变身宣传小能手的宋慧乔欧尼发的这波大片一秒惊艳了所有人，气质简直不能再好，除了气质疯狂加分，已经36岁的乔妹皮肤也是一如既往的好，毛孔细腻，肌肤丝滑，总之能用再好皮肤的形容词都能用在她身上，即使是在高清镜头下，她的皮肤看起来也完全没有瑕疵，未免太拉仇恨了吧。不少网友评论说，因为是打光打得好，欧经修图才显得这么嫩。赠海暴君又要掏出乔妹的素颜照来打脸了。图片来自社交网络个人博客宋慧乔周恒善20日在 INS 上 PO 出合照，宋慧乔大方靠着他的肩膀，看着镜头露齿微笑，难得超近自拍，看得出来他应是完全素颜的状态，连口红都没擦，但肤况看起来超白嫩，气色也很好。图片来自 WENN 网络宋慧乔私照，就连周恒善也夸奖果宋慧乔是吃了防腐剂的皮肤，据说韩国某网站曾经公布穿校服去学校也可以的30代30岁加童年女明星的调查结果，数据显示乔妹已经50%的得票击败韩志敏、宋智孝等女星夺冠。海报君只想说，真的是实至名归啊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网络宋慧乔蓝色生死恋，剧照图片延伸阅读，宋慧乔剧照对比十几年前的照片，以及前年刚拍摄完地的太阳的后裔，乔妹除了模样越来越成熟，美颜盛世妥妥的超长待机了，真是让海报君羡慕的不要不要的。宋慧乔韩剧太阳的后裔的 TIF 图片延伸阅读，宋慧乔韩剧剧照太阳的后裔，许多跟宋慧乔同期甚至是乔妹晚辈的女演员颜值都已经崩坏了，让人很容易一眼就看出老态。那么乔妹究竟是如何做到36岁的皮肤依旧透亮无瑕呢？今天就跟海报君一起研究一下吧。图片来自品牌工图雪花秀Sawasu 新品上市暨代言人宋慧乔发布满颜图片来自韩国新闻社，宋慧乔灯泡肌 TIF 一卸妆要深度彻底，就连宋慧乔的面部近景照都找不到一丝瑕疵，也是够拉仇恨的了。想要这种无毛孔的感觉，最基础的就是卸妆要深度彻底，因为在化妆时不可避免的是化妆品一定会钻进我们的毛孔里，如果不做好深度彻底的卸妆工作，导致毛孔中有彩妆残留，毛孔越来越大自然不可避免。图片来自原创作机构宋慧乔，很多小仙女们都认为只涂了防晒是不用卸妆的，但是这也是很片面的，在只涂了防晒的情况下也要用清爽的卸妆产品来做好面部的清洁哦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网络卸妆 TIF 眼部卸妆，将化妆棉彻底用眼唇卸妆液浸湿，将化妆棉敷在眼上，等待一会儿后再将化妆棉以 Z 形向外脱去，切记一定要轻轻的把棉先用眼唇卸妆液完全沾湿，再清理睫毛根部，擦掉残留的内眼线和睫毛膏，如果有假睫毛的话也用棉签在假睫毛根部满满渗透，等待假睫毛自动脱落，千万不要硬扯哦。面部卸妆推荐使用卸妆油或水油分离型产品，清洁力度比较强大，将卸妆油糊上脸的时候一定注意要干手干脸，卸妆油在脸上后不要着急乳化，先干手干脸再按摩一下面部，这样能更好的溶解彩妆及污垢，按摩后再加入水乳化卸妆油，这样能让卸妆更彻底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宋慧乔2018年6月1日现身香港出席品牌活动灯泡肌 Tips 2，杜绝不良习惯，那些易长痘或者闭口粉刺黑头就喜欢用手挤掉的人，这是一种作死的行为呀。长痘长粉刺黑头闭口的时候应该正确护理，而不是自己瞎琢磨用手挤压，这样不仅容易让脸上留疤留坑，还容易让毛孔变得很大。灯泡肌 Tips 3，慎用粗糙的洗脸刷，
一部分宝宝们的毛孔粗大都是被自己做出来的。比如一些女生乱用一些不正规品牌的洗脸刷、洁面擦、洁面海绵等不正规洁面产品，活生生把自己的毛孔给折腾大了，可以说是非常悲伤了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宋慧乔现身2018春夏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迪奥现场图，片来自韩国新闻社宋仲基。宋慧乔大获灯泡集体四，清洁面膜别忘记定期敷清，洁面膜是必须的，定期清理毛孔内的垃圾可以解决很多肌肤问题，比如说毛孔堵塞、长痘、闭口、开头、粉刺等，都可以通过不同功效的清洁面膜来解决哦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网络清洁面膜 Tips。 清洁面膜使用注意事项一，使用前一定要用热毛巾稍微敷一下脸，或者直接洗个澡，确保毛孔是打开状态。二，不要迷信于说明书上说的时间，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状况，差不多都干了就去洗掉，不然会倒吸你皮肤中的水分。三，敷完清洁面膜敷出来的黑头白头尽快用粉刺针或者棉签清理掉，不然留着过国庆节嘛。不过要注意，不够温和的清洁面膜一定要避开眼周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我每次敷完清洁面膜之后呢，都要是敷修脸水或者是敷一片收缩毛孔的面膜哦。海报网美容编辑推荐傅蕾诗 Fresh 红茶紧致莹透精华液，860人民币250毫升，为了抵御污染对肌肤的侵害， Fresh 从康贝克红茶酵母茶饮中汲取灵感，对其在护肤领域的运用展开了探索和研究，并最终探寻到该产品的核心成分红茶酵母精粹，打造出兼具抵御污染与抗氧化作用的傅蕾诗红茶紧致莹透精华液。雪花秀 Sunwassel 乱子焕活肌底精华面膜，480人民币和一片面膜，与含三分之一瓶乱子焕活肌底精华露的有效成分，核心成分滋阴凝髓复合体，可帮助肌肤恢复五大平衡，提升肌肤活力、弹力、通透力、修护力、滋养力，令肌肤焕发润泽光彩。植村秀 Shudu Imura 全新升级版琥珀真萃洁颜油900人民币450毫升，升级八大植物美肤精油，新增亚洲复活能量，洁颜更养肤，升级黄金比例油分子，高效现除彩妆，肌肤更净澈，无可比拟的羊绒般奢宠质感，带来 Sporty 洁颜体验。